明天就要开机了，简短的发表一下。特别开心啊啊，开机了啊，然后特别兴奋呐、特别紧张。紧张的点是？紧张点是要开始几个月的忙碌了，还有捉妖啊，有点紧张。技能已经点满了吗？那必须的，必须的，必须的。你这个头发跟之前不太一样啊。当然了，因为用的是我自己的上面。好了，然后这个送给你，一会儿拿着开照用。极大机开，开机大吉、啊、哦。好，那以后我们开机见啊。首先，大家新年快乐！很高兴，就是又一次能够有机会跟你们合作，然后感谢苏总，感谢平台爸爸们、老板们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么好的志怪题材的剧本。然后接下来未来几个月，希望大家能够一起，就是用心一起努力的，像导演刚刚说的，就是完成好这一部属于自己也是属于大家的一部作品。谢谢你们。感恩。来吧，坐下吧。哎呀，开机大吉。